旋成功了。这门怎么还不开啊？你故意来到地牢，是因为这儿有很重要的东西，对吧？因为这个游戏的底层架构是我做的，我曾经在里边埋了一个暗门，以此为突破口，植入木马，就可以破坏整个系统。但是没想到，严明亮在我的基础上做了很多改变，我把十九层所有的关卡都快闯完了，我也没有发现这个暗门。但你唯一没来过的地方就是终极空间。对。来到这儿之后，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整个空间的结构，我觉得这个暗门很有可能就在地牢，所以春雨，你现在看看你那边有没有线索。长什么样？很简单，就是春雨的雨字。八万，你醒了吗？小琴，
怎么没有回应啊？该不会真的出事了吧？包万，包万！瞧这么用力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小琴，咋这么用力？真的出事了！小琴，你别着急啊，老高已经去想办法了，门马上就开了。我在你边上呢。小琴，你别害怕啊！小琴，咋想呢？你怎么醒了？对呀，再做噩梦啊！救命啊！放我出去啊！救命啊！监控室可能出事了，所有人到监控室集合。是。Thank you.